你真不该，你本不该去骗我，对我造成爱的伤害。首先请雅文老师来讲评。哎呀，这怎么讲评呢？梅君唱得太好了，那个高音真的是美到，谢谢老师，美到不行。然后呢，我觉得梅君 的展现会给玉君一个经验，还有一个老师的风范，就是说为什么他会选那么早的歌，就是说当你在最重要的比赛当中，或者是说梅君刚刚讲的也没错，有当下你的歌路去那选唔对的，那首歌未予你赢，嘛未予你崭新。你以为想要突破，结果有当下无一定爱突破。你要突破的是自己的那个心，而不是讲哦一定歌路都要安怎。所以选歌对你来讲太重要了。那我就有点替你提心吊胆的，就是你的第一版的这个《夜上海》，但是还好，我听了以后还好。我就觉得哎呀呀，我觉得蛮甜的，那感觉蛮甜的，我觉得很好。到了第二首的《南国煎瓜》的时阵，哇，那更让我放心。我就觉得说你们两个真的就让我感觉到你们两个就是真的是势均力敌，让我感觉就哎，问这个小君君啊，你两个都是小君君哦，两个都是小君君，一个是老君君，一个小君君，没有，两个都是小公主的小君君。你们两个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永远的小公主，然后很甜，就很甜。但是这里两个都这么甜，一个唱一个很苦味的歌，一个唱一个这么甜乎乎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两位都今天都超棒的。谢谢老师。谢谢。我们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梅君，你的
舞台的表现跟你的唱歌还是一样功力深厚啊。谢谢老师。像你的不用不用谢谢，像你这个舞台的表现，包括你的肢体，包括你的唱歌的细腻度，包括你对舞台的动作，很多细节，我觉得玉君是可以去学习的，因为他像梅君他的舞台的经验这么丰富哦，他每个细小细节，不管唱还是身体的肢体语言都非常到位。像梅君有一个小踱步，有没有？请你请你梦醒过，想飞想过吗？小踱步那个就是非常非常自然，而不是刻意去做到的。哦，像这样的小细节都需要去学习去注意的。浩哲老师说的对耶，他其实不用很大的肢体动作，可是我们觉得很有动作。我觉得是那个肩膀。可是我自己没感觉，那個哦、我自己没感觉、哦。很多人说，但是我自己都没有。真的吗？对啊，那个真的是太棒了、嗯、接下来，嗯、我们请哦陈总老师讲评。哦，美君，嗨，你一来一开口唱的时候，我就想哇，你这个制作单位找来欺负人了嘛？太狠了。对啊。真的真的，我觉得因为梅君不管是你在舞台的经验、表演经验，然后唱歌的技巧各方面，我觉得都真的都非常好。